在。不要不要，你去别家问吧。咦？咦，你这小丫头有完没完？叔叔，你就拿着吧，这袋子很结实的。很结实，我也不要。小小年纪你就学会上门卖东西，谁教你的？叔叔，我不要钱，这是我送给你的。为什么要送给我？因为我的爸爸